哇，持续化解。现在他们派出了这个，就是，是6-5了吗？6-4，换他发就是哦，6-4。现在派出了陈伟霆，哇，最后一个发球分，这球如果再没保住的话，换这个右滑来配合队发球的话，就很可能就局势就逆转了。渔网对决，到了喊叫时间。精彩精彩，打得很深。陈伟霆的球都送得很深，虽然他是用切出去，现在那个王少也都来不及上网。王少也一直闪正拍，他对自己的反拍没自信。但这个羽毛球场的场地大小，其实闪正拍也没有很困难。你看，他那么边都闪正拍，那陈伟霆一直在调动他，但也调不死，因为场地不是很大嘛，就是看谁先失误，就是意志力的考验，耐力战。全场的空气仿佛窒息一般，凝结了。开始喊叫时间。进 入喊叫时间。看谁会先不知倒地。你 好像练球时间。就是谁要忍住，不能因为笑而失误啊！这个出现非受迫失误就很愚蠢了。现在大家都是非受迫状态。哇，精彩精彩！双方都不敢爆抽。对，没人敢进攻。然后成为本届比赛最长的一球了。哇，好刁钻的角度！陈文怡刚刚打了一个很刁钻的角度，但没有积极上网补刀，又让对手王少宇缓过了气。哇，这真的是马拉松一般的抽球对决，精彩精彩！意志力的考验，谁会先松懈、失去注意力、丢掉这一分呢？漂亮啊，漂亮！打得非常边角。陈文一开始率先进攻了嘛？双方越喊越大声，想要用狮吼功声音镇住对手。哇，这已经打了100球了吧？太精彩了！太精彩了，这就是三角球的魅力。哇，恭喜皮利卡皮利拉拉波波利娜贝鲁多多获得了季军。哇，这一分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，这就是三角球。哇，这个100拍以上的对抽来回，非常考验选手的意志力跟耐心啊。精彩，精彩。